一篇文字，一首歌，一种声音，一份私藏。欢迎收听静波频道。原来，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，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，却转过来躲在我们心里，然后再慢慢的改变我们的容颜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我是静波，欢迎来到静波频道。刚才这段话出自席慕容的《岁月》。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文章。选择这篇文章来读有两个原因，一是秋天，二是呼和浩特，也就是我的家乡。文章的名字叫做秋风起，秋膘贴。如果你想听到我更多的节目，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静波频道。人到夏天没什么胃口，饭食清淡简单，芝麻酱面，过水抓一把黄瓜丝儿，浇点花椒油，烙两张葱花饼，熬点绿豆稀粥。两三个月下来，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。秋风一起，胃口大开，想吃点好的，增加一点营养，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。北方人谓之贴秋膘。北京人所谓贴秋膘有着特殊的含义，即吃烤肉。烤肉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，日本人称烤羊肉为成吉思汗料理，在青木正《中华腌菜谱》当中提到过，似乎这是蒙古人的东西。但我看元朝秘史并没有看到烤肉。成吉思汗当然是吃羊肉的，秘史里几次提到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，吃了一只双母乳的羊羔。羊羔而是双母乳，也就是两只母羊喂奶的，想必十分肥嫩。一顿吃一只羊羔，这食量是够可以的，但似乎只是白煮，即便是烤也会是整只的烤，不会像北京的烤肉一样。如果是北京的烤肉，它吃起来大概也不耐烦，觉得不过瘾。我去过内蒙几次，也没有在草原上吃过烤肉。那么这是不是蒙古料理，颇可存疑。北京有卖烤肉的，都是回民馆子。烤肉碗原来有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，写得明白，清真烤肉碗。这块匾是写在宣纸上的，嵌在镜框里，字写得很好，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：诸书无考字，应人所请，自我作古。我曾写信问过语言文字学学家朱德熙，是不是古代没有考字。德熙复信说，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儿。看来考字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儿了。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呢？我到过回民集中的兰州，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、伊犁、吐鲁番，都没有见到如北京烤肉一样的烤肉。烤羊肉串是到处都有的，但那是另外一种。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时，原是哪个民族的，
已不可考，反正他已经在北京生根落户，成了北京三烤，也就是烤肉、烤鸭、烤白薯之一，是北京吃的代表之作了。北京的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，炙子是一根一根的铁条钉成的圆板，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柴，松木或果木。羊肉切成薄片，也有烤牛肉的，但是很少。由糖官在大碗里拌好佐料，酱油、香油、料酒，大量的香菜，加一点水交给顾客，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。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，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当中透上来，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，而且使烤着的肉带些柴木清香。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，增加了烤制的焦香。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，因为炙子颇高，只能站着烤，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。大火烤着，外面的衣裳穿不住，大都得脱得只剩一件衬衫。足蹬长凳，解衣磅礴，一边大口吃肉，一边喝着白酒，很有点彪悍豪霸之气。满屋子那都是烤制的肉香，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的胃口。平常的食量，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，吃斤半、二斤、二斤半的有的是。自己烤，嫩一点、焦一点可以随意，而且这烤肉本身，那就是个乐趣。北京烤肉有名的有三家，烤肉记、烤肉碗和烤肉流。烤肉碗在宣武门里，我住在国会街的时候几步就到了，常去。有时候懒得去等炙子，因为顾客多，炙子常不得空，就派一个孩子带个饭盒烤上一饭盒，买几个烧饼，一家人一顿饭就解决了。烤肉碗去吃过的名人很多，除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，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。梅兰芳提了一首诗，记得第一句是碗家烤肉就驰名，字和诗当然是许基传代笔的。烤肉记在什刹海，烤肉流在胡坊桥。从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，玉渊潭就是个吃烤肉的地方，一边看看野景，一边吃着烤肉，别是一番滋味。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，过去一到秋天，老远就会闻到烤肉的香味。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，但都改成由服务员代烤了，端上来，那就没劲儿了。我没有去过。内蒙也有贴秋膘的说法，我在呼和浩特就听到过，不过似乎只是汉族干部，或者说汉族的蒙古族干部这样说。蒙语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，就不知道了。呼市的干部很愿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者调查材料，别人就会说，哪里是去考察调查，是去贴秋膘去了。呼市干部所说贴秋膘，是说下去吃羊肉去了，但不是去吃烤肉，而是去吃手把羊肉。到了草原，
少不了要吃几顿羊肉的。有客人来杀一只羊，这在牧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。关于手把羊肉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收入《蒲桥集》，资不重述。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，大概要到阴历的九月，羊才上膘才肥。羊上了膘，人才可以去贴的。爱像深深的海，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容下它澎湃？我一直学着爱，难免有伤害，就算深深的爱也都离不开。在我的生命里有过许多爱，有些已不在，可我不能停下天边在。